胖胖虎，贝贝跟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的。好啊。请帮帮我们。哦，是警察、消防员和一位技师，他们看起来受伤了，我们快点来治疗他们吧，请跟我来。第一位病人，警察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在抓小偷时受伤了。站住！你的额头有一道伤口。哎呀哎呀，好痛啊，真的好痛。那个狡猾的小偷，我差点就抓住他了，请快点帮我治疗。哦不，小偷害你受伤了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来看一下。伤口里有很多细菌，让我们用消毒剂消灭这些细菌吧。这会有点刺痛哦。搞定了，现在我要擦上药膏，帮助伤口愈合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把药膏挤在伤口上。太棒了，伤口已经消肿了。最后贴上 OK 绷。你想要哪一款 OK 绷？一油一油，请给我警车的图案。一油一油，警车开始行动，太酷了！受伤的嘟嘟嘟嘟嘟额头，嘟嘟嘟嘟嘟都好了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成。啊！我的体检器和包包被偷了。你竟然敢在警察面前偷东西！给我站住！朋友们，让我们找找小偷躲在哪里。啊！就在那里。抓到你了！你竟然敢偷医生宝贵的听诊器！还给你！我找到你的包包和听诊器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警察先生，你是最棒的！好的，下一位病人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在扑灭火灾时受伤了。我想你的腿被烫伤了。真的好痛啊，请帮帮我。啊哦！让我们赶快治疗烫伤的部位，避免恶化。哦不，皮肤因为高温而红肿了，让我们用冷水来舒缓皮肤。哦，啊哦！你的皮肤已经冷却下来了，接下来要在水泡上擦上药膏。啊，这真的好痛！我会轻轻擦拭，不会让你感到疼痛。好的。哦，你真的真棒！
我会帮你包扎。你想要哪一款绷带呢？我想要有助于扑灭火灾的水滴图案。哇，太棒了！腿上的嘟噜噜嘟噜烫伤，嘟噜噜嘟噜都好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非常感谢你。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有地震，我们快躲到桌子底下，保护好你的头。大家都没事吗？你们可以出来了。哎呦，你帮我们安全度过地震，非常感谢你。如果地震了，记得要躲在桌子下面，我会记住的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重重的锤子砸到我的手臂上。看起来你的手臂受伤了。我真的很痛，请帮帮我。我应该把锤子放在安全的地方的。我想你可能摔断了骨头，我需要检查一下。先来照一张 X 光片，检查一下骨头的状况。好的，开始吧。你手臂的骨头断了，我们把骨头拼在一起吧。哎呀！坚持一下，好痛！完成，你做的太好了。我会帮你包上石膏，让你的骨头可以粘在一起。首先，我们先戴上夹板，防止手臂移动。然后再帮你缠上绷带。全部完成。你需要用一个背带，直到你完全康复。你想要哪一种图案？我想要车子的图案。谢谢你。背锤子，嘟噜噜嘟噜，长短刀，嘟噜噜嘟噜，手臂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救护车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，坏掉了吗？把坏掉的车交给我吧，我马上把它修好。修好啦！哇，如果没有救护车，会是个大麻烦的。感谢你修好它。我很高兴你们现在都恢复健康了。非常感谢你帮我们治疗。朋友们，今天也谢谢你们的帮助，答应我要保持安全和健康哦。好的。下次见。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。今天会有谁来医院呢？我想有一些生病的朋友来了。大家看起来都病得好严重，我们快点来治疗他们吧，大家跟着我来。第一位病人，鲨鱼妈妈请进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的手被热水烫伤了。哎呀，好烫！
皮变得更肿了，护士准备进行治疗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帮助鲨鱼妈妈，让她变好一点吧。鲨鱼妈妈，你感觉很痛吗？我们要帮你治疗，让你变好一点。首先，让我们用流动的水冷却一下。哦。这里有两个莲蓬头，我们应该用哪一个呢？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好吧，我们试试第二个。啊，为什么水没有流出来呢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一条可怕的蛇。对不起，鲨鱼妈妈，这一次我会正确的为你治疗。太好了，鲨鱼妈妈的鳍停止肿胀了。现在让我们在水泡上涂一点药膏。哦哦哦！哦不，很痛吗？再忍耐一下。水泡缩小了，最后让我们用纱布包扎伤口，这样才不会变得更糟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一个颜色呢？橘色。好的。完成。鲨鱼妈妈，你真是勇敢，这样伤口就不会再痛了。疼疼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医生、护士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很高兴你现在好多了，以后使用热水要小心哦，不要再受伤了。第二位病人，胖胖虎，请进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不小心被玩具绊倒了。哇！看起来你的膝盖受伤了。哎呦哎呦，好刺痛，好痛啊！朋友们，让我们快点帮胖胖虎治疗，这样伤口才不会变得更糟。坚持一下，胖胖虎，我会帮助你快点变好一些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先清理伤口周围的脏污。啊，好痛！都擦干净了，真是太棒了。让我们涂上药膏。啊！伤口几乎好了。啊！最后。我们来贴上一个好看的 OK 绷吧。胖胖虎，你想要哪一个 OK 绷呢？嗯，我想要恐龙图案的。哇，胖胖虎的伤口已经好了。胖胖虎，嘟嘟嘟嘟嘟，现在你嘟嘟嘟嘟嘟都好了。治疗完成，谢谢朋友们，现在我可以去玩了。我们很高兴胖胖虎变好一些了。第三位病人，鲨鱼爸爸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咳嗽咳嗽流鼻涕，我感冒了，好冷哦。
发都太冷了，啊啾！朋友们，我们赶快开始治疗，让鲨鱼爸爸感觉好一些吧。让我们先用温度计检查他的体温。哦不，你发高烧了！让我们快点降低鲨鱼爸爸的体温。应该先清理一下黄色的鼻涕呢。又黏又滑的鼻涕怪，让我们快点消灭这些鼻涕怪。哇，所有的鼻涕怪都消失了，护士你真厉害。鲨鱼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朋友们，让我们来治疗鲨鱼爸爸肿胀的脖子。哦不，有一些坏病毒，让我们用药水来打败这些坏病毒。呜呼，病毒都消失了。最后，你需要打一针，治疗就完成了。护士，请准备打针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好多了。别担心，鲨鱼爸爸，我们的护士会确保打针不会痛的，只是一点点刺刺，一点点哦。哇哦，你都完成了。一点都不痛哎。鲨鱼爸爸，嘟嘟嘟嘟嘟，你现在嘟嘟嘟嘟嘟非常健康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我想我的感冒好了，因为我感觉好多了。我很高兴大家都好了。谢谢医生和护士。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们，下次我们再一起帮助他们变好吧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哦。吓到我了，我看到好多朋友的骨头都断了，我们立刻开始治疗吧。第一位病人长颈鹿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打架的时候弄伤了脖子。我的脖子。看起来你的脖子真的受伤了。痛啊痛，我举不起脖子了。不要勉强抬起来，我来快速检查一下。朋友们，准备好和我一起治疗病人了吗？好痛。我觉得你的骨头受伤了，我们来照个 X 光吧。好的，一起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脖子的骨头断了，都乱了。让我们把脖子的骨头接回去吧，仔细检查大小和颜色，把它们接回去。耶，真棒。放错了。哎呦，我的脖子。哎呀，对不起。
专心点，专心点，先放大的那块。好的，然后是最后一块骨头。哇哈，脖子骨头接好了，你做的太棒了。现在来帮你的脖子包扎，让它能够愈合。哪种图案比较好呢？嗯，好吧，一条彩虹色的绷带。哦，治疗完成，彩虹绷带，好酷的长颈鹿啊！哦，长颈鹿。嘟噜嘟噜大脖子，嘟噜噜嘟噜恢复啦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我真的很喜欢这条彩虹绷带，谢谢你。我很高兴你喜欢长颈鹿。哎呦！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飞不起来，翅膀好痛。哦，我的翅膀！你翅膀的骨头可能受伤了。我的翅膀在颤动，真的好痛。哦，医生，我还能再飞起来吗？别担心，我会帮助你再次飞翔的。我需要照一张 X 光片来检查你的骨头是否断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你翅膀的骨头已经用坏了，我想你可能需要动手术。手术后我还能飞吗？当然，我会帮你修好的。我要先让你睡着，这样动手术的时候就不会痛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剃掉羽毛，这样我才能看清楚骨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一起找找要放在翅膀这里的骨头。这个，进不去呢。试试更小一点的。这个太小了。哇，是条蛇！哇哈，就是它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把它缝起来，从上到下连接相同的数字。伤口缝合完成，最后让我们把羽毛放进去，这样伤口就看不出来了。完美，肩膀手术成功了。嘟噜的翅膀，嘟噜噜嘟噜在飞翔，嘟噜噜嘟噜手术完成。哇，我可以继续飞了！非常感谢大家。嘿嘿嘿嘿，每天都要健健康康的哟。哇！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在打猎时撞到了石头。啊！看起来是你的腿断了。摇晃摇晃，我的腿在发抖。我这只暴龙在打猎时摔倒了，好丢脸啊！哦，没事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的，不要担心。我会快速帮你治疗。我要照一张 X 光片了。好的，准备喽。
的腿骨断了，让我们把断裂的骨头们拼回去。很痛吗？请坚持住。完成了。为了让骨头愈合，我会用石膏来固定你的腿。绕圈圈，包裹绷带，完成了。最后，我帮你挑了一些拐杖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，我想要一个漂亮的蓝色，就像我的花纹一样。蓝色最适合我了。暴龙的嘟噜噜嘟噜腿断了，嘟噜噜嘟噜正在愈合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谢谢你，你真的是最棒的。谢谢你。我很高兴大家的治疗都顺利完成了，祝大家一路平安。太感谢你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跟你们一起治疗病人真是太开心了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你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，我是鲨鱼宝宝医生，这是护士威廉，我们今天一起帮助生病的朋友吧。好，他们是今天去野餐的孩子们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进来医院吧。好的，第一位病人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的手掌一直很刺痛。哦哦，好痛。你的手掌上有玻璃碎片。好痛啊，我的手好痛啊。哦不，你一定很痛苦对吧？我们会快点治疗你的。在看伤口之前，先把手上的沙子都洗干净。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伤口吧。玻璃碎片插得很深呢，让我们用钳子快速拔出它们。啊，医生，我好害怕。如果这样放着会一直痛的。忍耐一下，我会把它拔出来，这样你就能好起来。玻璃碎片拔除完成。啊！现在我们在伤口上擦上一点药膏。太好了，最后我们再贴上 OK 绷，这样伤口就不会被感染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想贴什么形状的 OK 绷呢？爱心的 OK 绷，好主意。哇，我的手上有好多彩色的爱心 OK 绷。爱心 OK 绷完成。碎玻璃嘟噜噜嘟噜全部都嘟噜噜嘟噜拔出来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
谢谢你们的帮忙，朋友们，下次一起去玩沙吧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哎呦，我的耳朵里面好痛。你的耳朵里。我需要看看你的耳朵里面，朋友们，你们能帮我吗？首先，让我们擦掉耳朵上的碎屑。太棒了，擦干净了。我的耳朵又开始痒了。哦不，我们快点看看耳朵里的虫子在哪里吧。哇！吓我一跳，蚂蚁在这里，我们要快速的用钳子把它拔出来，以免它跑到更深的地方。现在，让我们小心的抓住这只蚂蚁。就在那边停下。抓到你了！现在用消毒剂擦拭蚂蚁残留的痕迹。完成，耳朵又变干净了。耳朵里嘟噜噜嘟噜痒痒的，嘟噜噜嘟噜蚂蚁，嘟噜噜嘟噜抓住它了。记得吃完零食后要马上整理干净哦。好的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的肚子好痛，好想吐。你可能吃到坏掉的食物。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响不停。哦不，炎热的天气容易让食物坏掉。我想你的肚子一定很痛，我来检查一下。我们用听诊器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。我需要找我的听诊器，是第二个吗？那是一只猴子，不是我的听诊器。抱歉，我马上找到听诊器。你的心跳很快，咚咚咚。你的肚子一定很痛，我们需要用药物治疗。朋友们，你们能帮忙把药物摇匀吗？一体药物准备好了。怎么帮助朋友停止哭泣呢？让我们选择一些可以让他安心的东西。糖果怎么样？如果你吃了药物，你很快就会感觉好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吃这颗糖果。来啊！我们来看看你的肚子里发生了什么事。朋友们，一起帮助护士对抗细菌吧。耶！我们打败了细菌。可怕的嘟噜噜嘟噜坏细菌，嘟噜噜嘟噜都抓住了。
在炎热的天气里吃东西时要多多注意哟。真高兴你们都恢复健康了，从现在开始小心不要再受伤咯。好的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协助，下次再让我们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吧。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你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恢复健康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帮助生病的朋友们。哦，啊，他们来了！哦，哦不，今天来的朋友们眼睛有一点疼痛，我们应该快点治疗。大家请小心跟着我们进来。现在第一位病人猫头鹰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看不清楚前面的路。看起来你的视力变差了，到处都模模糊糊看不清楚。哦不，这样你会撞到东西的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帮助猫头鹰看得更清楚。我们先来检查你的眼睛有多严重。现在盖住一只眼睛，看过来这里。好，这是什么形状？是正方形。哦，那这是什么形状？圆形。这个呢？这是什么形状？我知道，是飞机。透过这次检查，我知道你的情况有多糟糕了。哦不，看起来你的视力变得更糟了。我想你需要戴眼镜。我需要找到眼镜，我们应该选择哪一副？是第二副吗？医生，我面前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这不是眼镜，这是太阳眼镜。我要换成眼镜。我们应该为猫头鹰选择哪副眼镜呢？哦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方形眼镜，对吧？哇哦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嘿嘿，这副方形眼镜真适合你。猫头鹰嘟噜噜嘟噜的眼睛嘟噜噜嘟噜看清楚了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哇哦，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们的脸了。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帮我挑的眼镜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的眼睛突然变红了。好痛。看起来你的眼睛感染了。刺刺刺，痛痛，好痛啊。不要太担心，我们会帮助你很快康复的。我们要仔细看看你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。哦，有眼屎。这边也是。哦，你的眼睛满是眼屎。
你感觉不舒服吗？我来帮你清理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眼屎清理完毕，一定很痛吧？你做得很好。哦不，坏细菌正在伤害眼睛，快点用眼药水消灭细菌。哦耶！护士把所有的细菌都清除掉了，最后再涂上药膏，你就会康复了。哇，眼睛变干净了。小狗的嘟噜噜嘟噜红眼睛，嘟噜噜嘟噜好多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从现在开始抹眼睛时要注意。好的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眼睛肿胀，哔啵哔，啵啵哔，哔哔哔哔哔啵。看起来你长了一些针眼，哔哔哔，啵啵，嗷嗷哔。你的眼睛肿胀是因为你用脏的手揉眼睛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治疗外星人的眼睛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减轻眼睛肿胀。我们需要挑选一条毛巾进行温敷，但是该选哪一条毛巾呢？第一条？第二条？好的，我们来试试第一个工具。鼻，甜甜的鼻鼻鼻啵，鼻鼻鼻。原来是一条看起来像毛巾的蛋糕卷，抱歉，我再帮你拿一条温暖的毛巾。暖暖的，哔哔啵。太好了，肿胀消下去了。让我们涂上药膏，帮助眼睛更快的愈合。眼睛越来越好了。最后，我们来开一些药物治疗疤痕。朋友们，请帮我调制一些绿色液体药物。我们需要混合黄色和蓝色的液体药物。液体药物准备好了。哔哔啵。哦，你怕药物会很苦吗？你应该乖乖吃药，这样眼睛就不会痛了。忍耐一下，快点喝下去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已经康复了。哔哔哔哔啵。外星人，嘟噜噜嘟噜的眼睛，嘟噜噜嘟噜不痛啦。治疗完成，哔哔哔啵！很高兴你已经康复了。今天大家都很棒，有好好接受治疗。医生、护士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哔哔啵！朋友们，下次再一起治疗我们生病的朋友们吧。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的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的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帮助一些生病的朋友好起来吧。哦，看来有些朋友们已经到了。哇！哦，是猎食者吧？
起来都很需要帮助。大家，请跟我进来医院吧。第一位病人，狮子，请进来吧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和老虎打架受伤了。哦。你的头上有个大伤口。哦哦，痛痛，好痛啊！哦。朋友们，你们今天也会帮助我和护士吗？天哪，我帅气迷人的脸和鬃毛都被弄乱了。等我们处理好了伤口，你很快就会恢复的。让我们先擦一擦你的脸。好，你的脸现在很干净了。耶、yeah, 真是帅气极了。我们来看看伤口的情况吧。啊，放大镜和药膏在哪里？是这个吗？真好吃。哦，这不是放大镜，这是点心。哎呀，好痛！太棒了，伤口快要处理好了。我们需要贴上 OK 绷，防止细菌再次入侵。好，你不会再痛了。快狮子，嘟噜噜嘟噜，现在你嘟噜噜嘟噜都好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呜呼！谢谢你帮我治疗，现在我要去玩耍了。真高兴你已经好了，以后不要再和朋友打架，要和平相处哦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在捕鱼时尾巴受伤了。你的尾巴被食人鱼咬了。哎呀哎呀，我的尾巴好痛啊！看起来真的很痛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治好你的。首先，我们得摆脱可怕的食人鱼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坚持住，护士很快就会处理好的。一、二、三，搞定了！做得好，朋友们。我们去除了所有的食人鱼，让我们帮伤口擦点药，消灭细菌。我们有两种药可以用，应该选哪一个呢？好吧，我们选择第二支。这是什么？请快点帮我治疗。哦不，这不是药膏，而是颜料。对不起，我马上就帮你擦药。好痛哦！很刺痛，对吧？很快就会好的。我们需要用绷带包扎伤口，这样它才不会恶化。应该用什么颜色的绷带呢？好的，我们来试试紫色的。哇，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猎豹现在好多了。
夜宝，嘟噜噜嘟噜，现在你嘟噜噜嘟噜好多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我美丽的尾巴回来了，医生、护士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脚底下的伤口很痛。啊！你的脚底下有三根刺。哦哦，我的脚好痛。我们马上就来帮你治疗。我们要先把刺拔出来。朋友们，我们轻轻小心地把刺拔出来。刺扎得很深。啊，再用力一点，朋友们。就是这样。做得很好。哦，好痛。全都拔出来了，虽然很痛，但你做得很好。接下来我们来擦点药膏。我们消灭了所有的细菌。护士，你太厉害了。擦上药膏，你的伤口应该很快就会好了。快完成了，现在只需要缠上绷带。你的治疗完成了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太好了，大熊又恢复笑容了。大熊嘟噜嘟噜，现在你嘟噜噜嘟噜不痛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以后走路时要小心，别忘了检查街道。朋友们，你们要保持健康和强壮。谢谢你，医生和护士。朋友们，多亏了你们，生病的朋友们才能好起来。下次再一起帮助他们吧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。啊！哦，我想一些生病的朋友们到了。医生，请帮帮我们！哦，朋友们，我们快点开始治疗吧。第一位病人，鲨鱼奶奶，请进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想我吃了太多隔离面包。哦，我的肚子！你因为吃太多，肚子痛了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我的肚子痛。别担心，我会让你好起来的。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帮鲨鱼奶奶治疗吧。哦，我的肚子！坚持一下，鲨鱼奶奶，我们要帮你治疗，让你感觉好一点。让我们看看它的肚子，我的体准器在哪里？我来看一看哦，心脏。状况良好。哦不，我听到肚子里有雷声，这样不行。护士，请准备针头。
针筒。哦，我的天！别担心，一点都不痛的。哦，很快就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亲爱的，不好意思。别介意，最后我会给你一些药。护士，请准备粉状药物，然后打开袋子，小心地把它们倒入水中。哇，药水混合完成。朋友们，请记住，只能吃医生给你的药物，并且需要按照医生吩咐的分量服用，一定要记住哦。那鲨鱼奶奶，请把药水喝下去吧。好苦。哦，我的肚子感觉好多了。鲨鱼奶奶，嘟噜噜嘟噜，你的肚子嘟噜噜嘟噜好多了，嘟噜噜嘟噜消化啦。啊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非常感谢你，我可以放心啦。真替你高兴，从现在开始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呢。下一位病人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哦哦，我的喉咙发炎了。哎呀，他刺得我好痛。哦，让我们赶快把刺拔出来。我们可以用手电筒找到刺，用镊子把刺拔出来。我准备好了，鲨鱼爷爷，请张开嘴巴。啊，朋友们，我们快点把鲨鱼爷爷喉咙里的刺拔出来。我找到了一个，轻轻的，我拔出来了。还有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我找到最后一个了。哟，我们把所有刺都拔出来了。哦不，快，有很多伤口，让我们擦些药膏，轻轻的，小心的，擦好了，呜呼，治疗完成了。鲨鱼爷爷，嘟噜噜嘟噜，喉咙里。嘟噜噜嘟噜，所有刺嘟噜噜嘟噜都拔掉了。哼哼，一点也不痛了。幸好你及时来到医院，鲨鱼爷爷。如果刺卡住太久，可能会更严重。嘿嘿嘿嘿，非常感谢你。第三位病人，锤头鲨，请进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痛痛，我的头撞到岩石了，是隔离。哎呦哦！你的头上肿了个大包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真的好痛。我的脸，我不。没事的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去除锤头鲨头上的大包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一包冰敷袋，我会为你冰敷肿包。啊，这里有两个冰敷袋，你觉得我们应该使用哪一个？我们使用有漂亮图案的红色冰敷袋吧。
啊，好疼！哦，这是热敷袋。对不起，我会换成冰敷袋。这个会很冰哦。啊，好冰！再忍耐一下，肿包越来越小了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涂上药膏。让我们挤一些药膏在棉花棒上。然后小心的把药膏涂在肿起来的地方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！你真勇敢。现在我帮你贴上 OK 绷。朋友们，我们应该选什么图案呢？闪闪发光的星星图案。好的。这里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想我好多了。吹头刷，嘟嘟嘟嘟嘟，现在你嘟嘟嘟嘟嘟好多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成。医生、护士，谢谢你们的无痛治疗。大家回家要小心，要保持健康哦。哦，非常感谢你。朋友们，下次让我们再一起来治疗生病的朋友们吧，好吗？拜拜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里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助你恢复健康。哦，好痛，好痛哦！哦，糟糕，吸管和网子。最近有好多的病人因为海洋垃圾而受伤。我们快来治疗他们吧，大家跟我进来吧。第一位病人，乌龟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这根吸管突然飞向我。我马上就帮你拔出来。朋友们，一根丢进海洋的吸管卡进乌龟的鼻子里了，我们快点帮助乌龟，让它可以舒服的呼吸吧。忍耐一下，我要用钳子把吸管拔出来，可能会有点痛哦。我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哎呦！乌龟，你做得非常好。现在我要治疗你鼻子里的伤口。为了看清楚黑暗的鼻孔里，没错，需要闪闪发光的手电筒。护士威廉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进入鼻子。出发！啊，听听这些可怕的笑声，我想有些细菌来自脏吸管。我们要用手电筒来找找细菌。我找到了一个细菌，我们来喷洒消毒剂。喷，喷。这里还有一个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细菌。啊，它太强了，我要集中力量，然后喷喷喷喷喷喷。哇吼，我们把所有的细菌都清除了。最后我会涂上药膏，这样你就不会留疤了。
我会小心地涂抹在伤口上。好的，看起来很好。脏习惯，嘟噜噜嘟噜，卡在乌龟嘟噜噜嘟噜鼻子里，嘟噜噜嘟噜拔出来了。我可以自由呼吸了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很担心，人们不断将垃圾丢进海洋，这种行为必须停止。好，下一位病人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被钓鱼钩钩伤了。看起来你的气受伤了。我动不了，而且真的很痛。她以前闪闪发光的那么美丽，不，请不要移动，我马上为你检查伤口。金鱼，我会用钳子无痛的把它拔出来，小心，慢慢的。耶，钓鱼钩取出来了。伤口很大，所以我得缝合一下被撕裂的部位，这会有点痛哦。哎呦！哟，你做得很棒，我现在要帮你包扎。你想用哪一种绷带？请给我闪闪发光的星星图案。哇，太酷了！钓鱼钩，嘟噜噜嘟噜，拔掉了，嘟噜噜嘟噜，金鱼鳍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非常感谢你们，真高兴治疗顺利完成了。朋友们，如果把像钓鱼钩这样尖锐的物品丢进海洋，动物朋友们会受伤的。没错，真的很痛。为了让海洋干净又安全，我们约定不要再把垃圾丢进大海里了。打勾勾喽！下一位病人，海豹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因为这个网子，我无法呼吸。看起来你被网子缠住了。我无法呼吸，请帮帮我。急诊病人，快点，这是紧急情况。我们要用剪刀剪掉这个网子，这样海豹才可以呼吸。啊，我们成功了！海豹先生，醒醒！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啊！紧急情况，心脏停止跳动了。护士，请拿来电击器。趁着电力充电时，用力按压心脏。1、2、3、4。好了，大家退后。电击，再来一次。电击。海豹醒来了，太好了。现在我会在网子造成的伤口上涂药膏。可能会有一点刺痛，轻轻的，每个地方。你做的真棒。缠绕的
嘟噜噜嘟噜王子，嘟噜噜嘟噜拔掉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哦，我差点就没命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那个王子差点造成一场大麻烦，真高兴你现在恢复健康了。大家，我很高兴你们都康复了，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因为丢到大海里的垃圾而受伤。为了防止我们的朋友再次受伤，大家记得把垃圾丢进垃圾桶，好吗？打勾勾。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。哦，喂，你好，医生。我的小猴子们正在床上跳来跳去。哦不，在床上跳来跳去是很危险的。三只小猴子在床上跳来跳去，它们掉下床，发出哒哒的声音。好痛啊！哦，糟了，小猴子们，请快点来医院。第一只小猴子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在床上跳来跳去，摔下来了。啊，我的头！你的头大力的撞到地上，摇摇晃晃，头好晕。可能会再次摔倒，这非常危险，我们马上为你治疗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好好治疗小猴子吧。首先要看看它的头里面是什么情况。好的，我要拍照了。我们会治好你，让你不再晕睡。我们应该检查一下是否好转了。幸好没什么大问题，但你需要好好休息。你应该要打点滴，并在这里睡一下。哦，哪一个是点滴？是第一个吗？我会马上帮你打点滴。小猴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还是感觉晕晕的，头还是有点痛。我想你还需要一些药物。朋友们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螺旋形状的药物，还有一种闪电形状的，你们能做到吗？来，喝吧。嘿嘿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一点了吗？小猴子，嘟噜噜嘟噜，现在你嘟噜噜嘟噜都好了，嘟噜噜嘟噜，治疗完成。哇，我不再头晕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在床上跳来跳去了。嘿嘿，好的。咦，好啊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在床上跳来跳去，摔下来了。我的尾巴。看来你的长尾巴受伤了，请快点帮我，好痛好痛啊！别打
我们会帮助你赶快康复的。首先，我们要拍一张 X 光片，看看你的尾巴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要拍照了，我数到三，不要动。一、二。啊，医生，我好害怕。不要害怕，这不会痛的，只要拍一张照片就好了。好的，我要拍照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哦不，你的尾骨断了，一定很痛吧？我会把你的骨头放回原位的。做得好。我们再拍一张 X 光片，看看骨头是不是没问题了。你的骨头又恢复正常了。我真的没事了吗？当然，我们先用夹板固定你的尾巴，让你的骨头好好愈合吧。尾巴固定完成，最后把尾巴包扎一下。好漂亮的心形图案，护士希望你能快点康复，小猴子。小猴子，嘟噜噜嘟噜长尾巴，嘟噜噜嘟噜都好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答应我，这段时间要小心保护你的尾巴哦。嗯嗯，嘿嘿嘿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摔倒在地上，屁股好痛。啊，好痛！你的屁股上有伤口，好痛，好刺，真的好痛啊！小猴子的屁股变成了蓝色，我们快点治疗它。啊，有刺的细菌，我们先来进行消毒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涂一些药膏。现在再贴上 OK 绷，这样伤口就不会恶化了。但你的屁股还是蓝色的。我们需要把冰袋敷在上面，帮助它恢复红色的屁股。这里有两个冰袋，朋友们，我们应该用哪一个？好的，我们用第二个吧。这不是冰袋，是肥皂。抱歉，我马上再拿一个冰袋给你。来了，冰袋来了，有点冰哦。很快就好了，对吧？猴子屁股是什么颜色呢？红色。小猴子嘟噜噜嘟噜大屁股，嘟噜噜嘟噜不痛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哇哦！就算我摇屁股跳跳舞，也不会痛了。好了，大家还记得我今天说了什么吗？不要再在床上跳来跳去。朋友们，当你们玩耍时玩得开心，注意安全。下次我们再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们吧。拜拜。